这是马国碧啊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怎么会到这边来搬家具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是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是马国碧啊。对，就帮我们搬家具，慢啊，但是也还是就是努力在还债就对了。现在就想要多赚点钱，然后不要让自己没戏拍、没工作的时候，然后闲置。这是马国碧啊，好像是哎、欸。那、啊、怎么会到这边来搬家具啊？对，就帮我们搬家具，慢啊，但是也还是就是努力在还债就对了。现在就想要多赚点钱，然后不要让自己没戏拍、没工作的时候，然后闲置。车我领到大概1000多块，将近2000块。那一天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做到3车或甚至4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哪那么快？对啊，我也希望赶快还完。大概还剩多少？五六百。很少啊。希望这两年。对，可以把它赶快把它处理完，无债一身轻。最多就是我第一次，就新闻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就什么都没有，大概负债4000多万。还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我觉得，很多心路历程又不好意思讲给大家听。那因为毕竟我还在努力当中，很多人问我说啊，马国碧你最近好吗？我说好啊，不好的都过去了。那当然每一步每。就还是要，很小心。那那个去看牙科，去给那个医生看。医生说：“哦，你牙齿怎么歪成这样？怎么？”我说：“医生，你不知道我这一阵是咬着牙撑过来的。”哎，真的。这是马国碧啊，好像是哎、欸。怎么会到这边？